我冇同人拍拖啊，我自己理自己啫嘛。行街啊，系咩咁多嘢玩嘅你？带狗仔啊咁。被誉为香港才女嘅白韵琴，近年已经78岁，佢嘅晚年生活深居简出，过得非常低调。之前有传闻指佢不幸患上咗脑退化症，越嚟越认唔到人。不过实情又系咪咁样呢？一次白姐姐罕见同老公一齐出席活动，今次系佢被传脑退化症之后首次公开亮相，见到佢精神状态唔错，而且同老公全程有讲有笑，打情骂俏咁，完全唔似患上脑退化症啊！白姐姐俾老公谢俊伟大15岁，呢段子弟恋唔经唔觉已经携手走过咗30几年，最难得嘅系，直到依家佢哋嘅感情依然好好，非常恩爱。谢俊伟仲透露，虽然老婆间唔中会出现短暂记忆差，但总嘅嚟讲身体状况都系唔错。佢哋平时会一齐逛街放狗，非常享受退休嘅自由自在生活。